香喷喷的大白菜猪肉饺子就做好了，配上镇江香醋。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开箱一个小店，非常爱的小店。它是官方比1.7元，跟新的一样。里面是配有四个头，三个头。一个打蛋器，打蛋糕用的。这边有三个头，一个搅拌头，一个搅奶油的，一个是和面的。右边是档位开关，这边是1到10，1到10开关。左边是保险，这个保险呢，你就这样是锁，让头都抬不起来。然后这样拨到这边就是抬这个抬机头。我们现在先用清水给它就是把浮灰擦掉，把这个头安上去。看见这边有一个卡扣，往下一提一转就下来了。很多人是选的红色，但是我这个是白色，白色比红色要便宜20美金，所以我就含泪选了这个丑的颜色。等一下，我们来和个面测试一下。这个杯子拆下来很简单，然后这样一转就下来了。大家把保险扣好再下。现在我们来和个面试试，首先用洗洁精把这个清洁一下。我们这边插上电，现在我们加入面，面粉，因为我这个叫包饺子，我就是面粉跟这个水的比例是3:1，三杯面。加点盐，
加入一颗鸡蛋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头装上去，里面保险关上，加入一杯水，面团拿起来，拿出来放到这个保鲜盒里面，醒30分钟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猪肉水饺。前面我们面已经和好了，用那个搅拌机。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用这个搅拌机做馅怎么样？我们加入提前泡好的花椒水，用热水泡。然后加入五分，酱油，北极星。因为我这边有3斤猪肉，酱油都要多加点，胡椒粉两个，老抽，那我们把它往下压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杯子装上去，装上去，然后开机，看看饺子馅能不能用这个机器做，开到最低档。我这个肉放的有点多，如果觉得颜色不够，先给它打个几分钟，
如果觉得颜色不够，再加点这个。然后补点酱油，关电源，然后补点酱油。现在我们这个白菜切好了，现在我们加入白菜，这个白菜跟肉的比例应该是1:1，我这边3斤的肉，就是3斤的白菜。这个白菜也不用杀手，现在加入葱和姜，我们这试着用料理机做一下先。导入线完美打好，现在准备开包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我们这个水开了以后，再加点水，加点冷水，加冷水让它开，再开两次就 OK 了。现在是二锅，再加一次，再加一次冷水，到三锅。好了，到了第三次开就可以盛了。关火，自己包的劲儿大，速冻饺子不行啊，在美国只有味全什么的都不好吃。如果你从中国进口的饺子又。香喷喷的大白菜猪肉饺子就做好了，配上镇江香醋。